礼拜天的一大早，大家早安，我们带大家来到新大都会新北公园。你可以看到呢，在这边游乐设施已经开水，已经开放了，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，而且大家小朋友都有自己带水枪啊、武器等等。还有弟弟玩到全身都已经湿透，弟弟 hello，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几岁？几年级？九岁半三年级。你每一年都来这边玩水吗？不是每一年啊，有时候会来，有时候不会来。那你今天玩水第一天来玩，你觉得心情啊很开心吗？有没有很凉快？有啊。那你刚刚跟大家玩什么？打水仗？有没有带水枪？没有，没有带水枪。那你全身玩到都湿透了，这样有没有很凉？有啊。好，那你们继续玩。刚刚跟同学一起玩水枪，他可以看到小朋友自己带了水枪啊，玩到全身都湿透了。那其实呢，今天新北大都会公园是第一天开放，今天提早开放了。那这次也加码说，暑假的时候呢，几乎都是天天开。那六月还有九月、十月的话呢，就是假日或者是国定假日的时候会开启。可以看到呢，虽然说今天呢没有出太阳，天气凉凉的，来到这边玩水是非常的舒服，小朋友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开心。那之后呢，大家也可以多注意时间，在它开放的时候也可以带朋友、小朋友来消消暑。以上呢就是目前现场最新。